这个什么，那个金融超市啊。我等一下。卖布头，卖布头了。对，过来要回一下你那个。卖布头，小好不如小坏。这一个明年来，华府总。每天都有，等于说周一公休，这儿都不公休，啊，这儿是全天演出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以后您是不是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儿？也不全是，这几个地儿都是德云社的，啊，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常在这儿，刚开业嘛，哄一哄人气儿，到时候整体的统筹编排会各个地儿轮着走。嗯，啊，肯定会，肯定有。今天讲什么？这么好的日子，这听老板的呀。这应该拍我一下，范龙来。这应该拍我一下，来。嗯，是不是得说一段报菜名啊？这也未必。嗯，说的菜都没有，他是留下来家菜。哎，刚才刚拍完了。那一对新人的，哎。来，拆开它，一会儿咱进镇那盘儿就完了。开喽，开喽！你也点到了吗？你那个？来，这大个点着了吗？嗯，菜的定位就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啊，口味上来说是从青菜卤菜的方面提取出来的，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私家菜吧，自己家里常吃的这一二百道菜陆续的上，陆续的来。嗯，一段时间之后这不好不好就剔下来喝一剔，现在是这么安排的。那一般菜有菜系吗？现在湘菜粤菜还是金菜卤菜，在金菜的卤菜的基础上，天津和山东菜的基础上啊，在这基础上然后弄出来的，是吧？嗯，我们都靠，我们都得有吧。来说一下为什么扎根在这里。因为这房子人不错，别处找的都不太合适，而且很难得，它楼上有小剧场，前厅还有这么大的地儿，能可以干华服，三个一体，我觉得方便一点。咱一会儿单独给采访之前，还行吧，还行吧啊。嗯。